现在来看简报三十页这边，刚刚我们都是啊，你只有提供照片，或者像这样就直接生成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方法。可是呢，接下来这个我要给大家体验的叫做即时的绘图生成图片，好，即时绘图生成图片这样的概念，你应该知道你的程度是哪一边吧？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可以接受左边的你吗？以后大家只要有幼稚园的程度就好了，不用学太多。好，那去年的话，我们用，其实我会像用左这个一样，就是我把图画好，然后在下面还要给他一个提示词，然后按下送出，他才会帮我画成这一张。可是今年我们 AI 硬体这些运算能力已经有提升了，所以呢，今年我大部分都是用右手边这边的，也就是说你直接画了，它马上就帮你生成了，不需要再按送出，这样了解。那我请大家先帮我，你可以点这里，好，点这边打开，或者是点右手边这只手都可以，可以进到它的网站。我不确定今天能不能用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发现它常常负载过重。哎，看起来今天应该是可以用的。你看，你一进来之后应该是这个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左手边的能力之后，就有右手边的结果？那你的提示词在哪里？在下面，有看到吧？有没有看到你的下？哎，你们那个有的哈，那个就是放太大的会看不到下面哦，要卷动一下。这样 OK 吗？有没有看到的？有哈。然后它的右手边这个就是绘画的风格，好，右手边这个，你看这个就是什么那个什么 print making， 好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绘画的风格。左手边这边就是它的提示词，也就是说你有时候用画的，他不太了解，你告诉他那是什么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我们不只可以动手，也可以动口，动口就是讲提示词嘛，对不对？动手就是自己用画的啊，这样可以接受哈，可以接受左边不完美的你，然后生成右手边这个，你看这一张，今天还好，还有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那个流量很比较低。我给你看最夸张的好不好？这个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两个圈圈就搞定了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哎，不过这里我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它的提示词很抱歉不能打中文，所以来这边练英文的。来，我们看这个提示词，你看，他说有一个学校的男生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后面看得到吗？有个学校的男生，长头发，微笑，这样可以吧？那你应该知道的，男生可不可以改女生？好 ，boy 换 girl， 你看有没有马上就变了？长发可不可以变短发？可以嘛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哎，头发的颜色可不可以改？你觉得头发颜色可不可以改？可以，跟谁有关系？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？所以这个的颜色你可以改一下，点到它啊，怎么改？你看这里，我们现在变成这个，有没有箭头去点到这个？有没有发现这个是填色？哦，你就可以把这个颜色，比如说你想要摆成棕色的，看看这里面有没有。好，都没有棕色的。好，那我就换成这个。你看头发颜色有没有变了？这样就不行，这样就背对你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又变回来了。头可以再大一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把这个拉开一点嘛，这样头的比例就大一点。你有没有感觉这样你比较
有 AI 帮忙的 feel 了，这样你有感觉到有魔法了吗？请问可不可以叫他举手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怎么叫他举手？来，你看我们左手边有没有一支笔？就是你可以用基本的形状，矩形、圆形，可是这里是不是有一支笔？按下去，好，这里。哦，长出这个不行，来换掉。哎，来，我们再画一个。你看，好，这样看看呢、啊，看看它变得，哎呦，哦，武器就拿出来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来点它一下，点它一下，不 OK 的你就拿掉，有没有？这个不要。啊，你另外一只你也可以这样子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啊，可是他弄错了，对不对？他弄错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在哪里，就在提示时告诉他啊。来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他这个不对，那我就在下面。哎，你不要忘记，你除了比手画脚，还可以用讲的，对不对？用讲道理的。所以来，我们这里，好，你看在这边，好，你隔开，好 ，raise， 这样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了吧？Right， 我现在是右边嘛，他的右边啊。HAND 这样可以吧 ？Raise 不是举手，举右手。我们来试看看，你看右手就举起来了，你看，这样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是讲道理的？所以有没有感觉可以这样玩，比较好玩嘛？啊，请问可不可以两个人？可以哈，来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两个人再加一个圈圈可以吗？看他啊，这款哎还不错嘛哦，但是这个颜色会影响到他的衣服的颜色嘛，好，所以如果你要他别的颜色，你就自己挑别的颜色。哎，没有啊，有啦，有没有？好，一个绿色的。那你这个外框你也可以设不要哦，就是不要旁边这个框框都可以。好，然后我再帮他加个头。好，你记得它的颜色，事实上这些都可以改。哦，事实上，如果你知道颜色的那个号码，就是网页上的颜色号码，也可以直接用这里啊，因为它预设的颜色比较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成就感一点？那如果像我这样的，哎，他不是很了解的，你就在提示时去告诉他你画那个是什么意思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好，你看下面这里，他不是很了解我为什么要画两个，我就告诉他有两个 school 的歌咯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 to 会嘛，你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歌咯要加 s 嘛，副词，所以这样有没有变两个？刚刚三个就会消失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，我们可以去掌控比较多东西，还不错吧？那如果像这一只，像这个，可不可以上面再坐个人？你就来这里画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里啊，这支笔，一个人在这里，哎，怎么画不出来？好，点到它，哎，不能画。好，这里可以。然后画下去，哎，不让我画，我看一下为什么笔不行。哦，因为笔现在是空的。好，来颜色，然后这个填色我就不用哈。好，那我用这支笔，你看这样画一个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
我看一下，还没有生成。哎呦，多一个有没有？你觉得不 OK 的，你可以这样啊。如果他没有生成好，你就在下面提示时告诉他上面有个人，这样有没有感觉到？Man on it， 好，你看按那种正常一点的有没有？但是脚不对，那我们可能就要再稍微做修正，这样有没有 feel 了？至少你真的开始尝试提示词了嘛？好，也开始跟他讲话了，这样可以哦。哎，好了，好，如果你真的做好了，麻烦你帮我把它下载下来，贴过去。怎么下载？在右手边这里，右下角这里有没有一个下载？好，风格你也可以改哦，哈，风格你可以改一下，好，好啊。如果这一张好的，你就把它按下载，有没有又可以存起来了？那你就知道可以做什么事情了吧？赶快把它拿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把你的丢过来。这样你另外一个任务又有了。好，所以看你要哪几个，他就是拿这些基本的图哈，让大家去玩一下这样子。